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熏法安心读书会每天为您分享熏法相心得。今天的主题是随时化度是息谈第864集，我是维智。经文以无量欲而为说法，随诸众生数是善根，有之成熟未成熟者，种种酌量分别之意，于一圣道随宜说三。昨天的文提到佛陀，他知道众生有种种的这个欲乐，他的一些欲想啊、欲望啊，或是一些想要享乐的部分等等，还有他们种种的什么自力，他的不同的一种这个心智啊、愿力都不同。那随他所堪任啊，他们能够承受的法，然后来跟他说法啊。那接下来这边就说，所以以无量欲而为说法，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啊不同的？譬喻啊，不同的这些故事啊，不同的法，大法、中法、小法等等啊，这个有它的道理啊。因为要随诸众生数世善根啊，根据他这个累生累世啊所累积起来的善根啊，目前到什么程度？更重要的是，又知成熟未成熟者啊，因为只有佛他知道这个状态。今天很重要就是成熟这两个字，知道哎，他根基成熟没？可不可以跟他说大法？这些都是佛陀所考量的啊，所以他种种筹量分别之意，他这个经过了整个深思熟虑，考量各种的啊这个时机因缘，还有你的根基成不成熟，所以要跟人家说大法，要他根基成熟可以接受才可以啊，啊随所堪任嘛啊，所以这是佛陀都有考量，所以他已经分别之意，他这些他都很清楚，种种性、种种相、种种根器啊，都在他的心里了然于胸啊，这是佛陀的大智慧嘛，所以他最后呢，于一圣道随宜说三。因为这一段文已经来到信解品最后啊，这个重诵的最后几句话，于一圣道随宜说三，信解品就结束了。所以信解品告诉我们说，经过了这个啊，你看这个穷止欲啊，然后等等啊，这样那也道出来说，哦，佛陀他为什么这个他先说这个三圣法，再来会三归一啊，归为圣道啊，它有它的道理。我们来看上人的开示：如来了知众生善根成熟，随时化度，咸令解脱缘熟，是为成熟根源，化不思死啊。那这一段啊，这个手札啊，它重要的你看出现很多什么样的字？就成熟，我刚有讲啊，你要知道说这个。众生的根器成熟了没？好，你要化不思死啊，你度化他，哎，要知道说，哦，他现在成熟了，你可以度化；还没成熟呢，不能度化。所以，但是问题就来了，哎，要如来了知众生善根成熟啊，如来只有佛他知道众生他的善根成熟了没？好像我自己在备课的过程当中，哎，突然发现说，哎，对哦，有时候我们还没有佛的这样的大智慧。所以搞不清楚众生善根成熟没啊，所以说法的时机就可能会不对啊，所以要做到度化不思时哦，这要智慧啊，所以你看随时化度啊，咸令解脱缘熟，所以佛陀可以做到随时化度啊，都令他能够得解脱啊啊，那是因为因缘成熟了，他佛陀知道他根基也成熟了，然后化度的时机也到了啊等等，可是我们众生啊，或是我们这个学佛者啊，这个或是心发意菩萨等等啊，所以我们要多跟佛陀来学啊，啊，要说法的时候要注意啊，这个去判断分别众生的这个啊，他的根基啊是否成熟。所以上人后面开示有讲到四悉谈啊，我们待会就会来看到四悉谈啊。所以这段手札让我们知道说，佛陀他知道众生的善根是否成熟，而且他也一直在等待化度众生的时机跟因缘啊。所以你要度一个人啊，他时机因缘很重要，还有更重要的是他是不是这个根基已经成熟，可以接受大法啊。所以在法华会上，佛陀他开始说大法，他觉得时机因缘成熟了，那里面有些。啊，有些弟子也可以接受，可是不是全部啊，对不对？可是他知道也该说了啊。好，那我们来看上文的开示，就是要跟大家说，如来殷殷善诱众生
为了众生各不相同的根基，佛陀所说法无不都是随顺众生的根基、哦、你看，所以我们知道随顺众生根基嘛、哦、那众生根基有很多不同、哦、那佛陀他这个知道众生根基、哦、有这个顿根的立根的等等、哦、那如果是顿根的那没有办法很快接受，那怎么办？就是因因善诱、哦、循循诱引、哦、那这个都是佛陀的恩啊，他愿意这样这个来对我们、啊、对众生，哇，真的是很感恩。我把它画起来，你看我们最近一直说佛恩浩大难报，这是佛陀用长时间这样随着众生五道四生不断来来回回，就是一直在等待众生善根成熟。一开始我没有对这一段话特别感触，我是整个把上的开始看完、啊、看四悉檀也看完、啊、突然发现说我最没有注意到最忽略的就是这个、啊、就是说佛陀他一直做这个事我们都觉得理所当然啊，或是说啊就是这样、哦、原来这个佛陀愿意随着众生在五道四生不断来回一直在等待，特别等待这个字、哦、等待众生的善根成熟。虽然今天文里面有这个善根成熟，可善根不成熟怎么办？你要等待啊，还要循循善诱啊，所以这个就是佛恩、哦、浩大难报的地方啊、哦。还好我最后有弄懂了啊。那再来你看弄懂了不，佛陀他这样做，你看接下来他这样要很长、欸、你要等待要忍耐、哦、要思考时间要很长，佛陀生生世世不断入人群中去造福结众生缘，要用很长久的耐心、哦、所以我刚才不讲等待还有耐心 忍耐一直付出啊，等待众生的善根成熟，还要思考、欸、我怎么度你，我用什么法，对，种种因缘种种譬喻种种言辞说微妙法，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法、啊、这么多、哦、这个譬喻等等，所以等待忍耐思考、哦、这个佛陀他都具备，那他有这些分别智，他能够、哦、知道众生的善根是否成熟了，随时化度贤令解脱缘首，是不是这样？但是整体来讲他是希望人人都能够接受到这个法、哦、来感化，而且快快的赶紧有因缘就成熟，有因缘就成熟，有因缘就成熟，因为这么多众生要度啊，是不是这样？那所以佛陀对度众生的这个、部分，他对众生的教育他是很恳切的，而且他更希望有 很多人人人都能够接受佛法，因缘赶快成熟，所以好他要教化就要随根基来付出。那读到这一段我就突然想到说、哦、为什么上人要人间菩萨大招生，人间菩萨大众生就是人人能够接受佛法、啊、然后因缘赶快成熟、啊、这样他才能够、啊、这个 有这个机会教化、啊、那随众生根基 来付出、啊、来成熟众生、啊、等等、啊、那佛陀他说法四十多年、啊、所以他也知道他的这个、啊、化世因缘快要尽了，所以他不赶快、啊、也会来不及，所以这时候他就会三皈依、啊、将三圣法汇合起来。那这个可是之前因为要诱引大家小根基的、要跟他讲小法，但是也要慢慢啊再诱引让他什么成就大器，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从方便品舍利弗 被受记，接下来这个、到 方便品是舍利弗他悟了、那受记是在这个批评的 前面、啊、好，那这个好到信解品等等，这时候这些四大弟子等他慢慢的有没有他的心胸开阔了，就跟那穷子一样、啊、成就大器，这都是什么？这都是佛陀他的诱引、啊、那希望人人都从自利、啊、就独善其身，还要养成什么利他的心智、啊、我们前几天也讲到这个自愿、啊、的力量，这个心智、啊、力量很重要，那你要发大心利大愿要付出、啊、所以自利就是什么自愿力嘛，发大心力大愿，大家慢慢养大、啊、你看，所以佛陀还要等待啊，啊忍耐啊，啊思考，因为有时候这个过程蛮长的。好，这个如果说二十年或四十几年还算快的，其实他们这些弟子其实有累生累世的因缘，要不然也不可能啊四十二年啊就他就 变大了、啊、所以这背后有很多的因缘啊。好，发心发愿啊，坚定志向的这个力量。这是佛陀所期待的，所以佛陀他就开始讲华经了、啊、
华经的大法把这个大法讲出来，那这个所以他就会三归一，把三圣法都合在一起成为一圣道，在华会上就讲这个。那这个希望众生有这个成熟的机缘，众生的根基都能够成熟，因缘也能够完成，好，这样就化度不失时嘛，是讲过了。他化度众生就要把握机会，把握时间，一点一点点的时间都不舍得漏失掉，因为佛陀为了众生，他这么长久时间来来回回，这个刚才讲就是你看，就佛文浩大，他无法算，因为旷劫就是无法测度的时间，这样累生累世累劫，就是对众生的恩。好，那佛陀的期待是什么？他佛陀期待就是我们要一生无量了。我们得到这个法以后，像无量法是从一生，这无量一经开头不讲这个嘛，他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觉悟以后还要去觉悟他人，有没有？所以这是佛陀的期待。反正佛心思智，佛陀的心的本怀，佛陀的智，或是这个师父上人的智，你都要把它放在心中，就是自觉觉他，自度度人，这样就会一生无量。自己得了这个法，体悟了佛的真如本性，心可以跟天地宇宙汇合，了解万法真理，然后呢赶快再向大地众生去演说去传法，入人群去 救度苦难众生就对了。法就是要用来解除众生的苦难，心身跟心都会有一些烦恼无明的苦，因为你会有身体就会造作业力啊等等，所以佛陀他就要度化我们，度化我们还要掌握这个时节因缘，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为度化众生而修行，而断烦恼，而觉悟，这才是真正佛陀所盼望。所以你看，只要是佛陀所盼望的，我就把它化起来。佛陀他刚才讲了，要我们自觉觉他，自度度人，然后呢，我们要为度化众生要修行。我们这边是把自觉的部分、自度的部分讲的比较细一点，就是说，好，你要为度化众生，你要修行，你没有自觉，你怎么觉他？没有自度，怎么度人？你是要先断烦恼而觉悟，好，那这样这个自己的烦恼要赶快断尽，好好修。来看昨天的文，知诸众生种种欲乐及其自利随所堪任，这昨天讲过了。那么接下来看，佛具无量无边功德智慧，乃不拘净土，示现秽土，随逐凡夫因机化度，此恩最为难报，故真能如法修行者，施真能报佛恩。所以报佛恩就是什么？如法修行，依教奉行。因为佛恩他是无量无边的，这个佛德啊佛智都是无量无边这些，而且他本来可以在这个长其光净土，一个净极清晨的净土，华严海会的净土，这样在那边，可他现在呢来到娑婆的秽土，示现这个八相成道给我们看。那他随逐凡夫因机化度，我们之前讲佛的十恩里面，他有随逐众生，对不对？众生在哪里，他就会去不离不弃啊，不放弃每一个众生，对吧？这个就来度他，那他因机化度，要观机斗教，看这个机有好几个，看时机啊，看因缘，还要看他的根基来化度。好，那这个恩实在是很难报，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如法修行才能够报佛恩。又知成熟未成熟者，佛能知根熟未熟，故能说种种法门，分别使众生得是悉谈法义。那所以这我一开头有讲，就是说今天那个文里面这个又知成熟未成熟者，这个成熟很重要，因为你根基不成熟，你给他讲大法没用，对，听不进去啊。所以那个判断，那个判断很重要，这也是分别智里面的一种。好，你要这个有这种分别智，这些都能够懂。好，那当然佛已经都具足了，所以他就能够说种种的法门，那使我们都能够得到法义。得到什么法义呢？是悉檀，后面会讲悉檀的意思，就四种，这个布施，檀是布施嘛，悉是普遍，遍施的这个法义。好，就在这里。好，是悉檀，悉就是普遍，檀就是什么？这个檀就是华严施，有没有？施就是布施啦。悉檀就是什么？你佛以这个是悉檀说法，
遍施一切众生啊，他就用这种四种这个普遍啊，布施啊，布施有法布施啊，啊这些等等啊，这里特别是指法布施啊而言啊，这个啊财施法施无畏施，那他用这样四种普遍的布施法布施啊，啊让我们众生能够啊领受到。那我们倒过来，我们这个听了佛说法以后，我们当菩萨，我们也要学这种四悉檀，再去度众生。我们不说报佛恩，就是要做佛想要做的事，去爱佛想要爱的人，去传佛想要传的法啊。所以这四悉檀，佛陀这样来普施一切众生，我们菩萨也要学起来，赶快去普施一切众生就对了啊。那四悉檀就这四个：世界悉檀啊，这个为人悉檀，对治悉檀，第一义悉檀啊。来看这四悉檀啊，待会有个表，把它整理一下啊。第一个世界悉檀，世啊，世界我们想说，哎，这是什么三千大千世界啊？可是这里的世界解释的很有趣，世就时啊，时间呐、啊，界就是空间，就时间空间啊，就是说世就是时间，它有隔别的意思。上来说，你看有前世啊，有今生啊，有来世啊，是不是这样？这是时。累生累世累劫，这都死。好，界呢，就是界分，界分就是说啊，你在哪里，我在哪里，或是不同国度啦，好，等等，就是空间呐、啊，啊，好，那时间空间，好，盖由众生根器浅薄，故佛随其所欲乐闻，哦，未知次第分别而说，令生欢喜，是名世界悉檀。哈，所以我们这个之前的文不是讲过了吗？众生有种种欲乐。好，那这个他有很多他想要追求的，对不对？好，那有时候也要哎随顺啊，好，因为让他升起欢喜心啊，跟他说法，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好，也是世界悉檀，这个时间空间啊，那你看到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然后随其所欲乐啊，闻啊，那哎，你要让他先什么起欢喜心，愿意听。好，这样就可以跟他说法啊，这个就是世界悉檀。好，那再来就是为人悉檀啊，为佛欲说法，必先观众生根器之大小，树种之浅深啊。所以为人就是说，哎，你要为他说法啊，你要看他，哎，他根器是大的还是大根器还是小根器？上来用那个水做譬喻啦啊，或是只你要给一棵树浇水，要浇很多水还是少少的水？小树你给它小树小草给它浇太多水，它就烂掉了。我太太、哦、有种盆栽、哦、就很明显，那些盆栽小盆栽你要灌，万一浇水浇太多，根真的会烂掉、哦、上来今天讲很多次、哦、好，所以大根器的它可以吸收很多水、哦、很多法，可是小根器的你给它太多法，它消化不良、哦、好，那这个所以还有它的这个、哦、树种之浅深啊。哦，累生累世啊，这些啊，这些累积起来的这个啊根器啊，这个因缘的这个大小啊不同。好，然后称其机宜而未说之，令生正性，令长善根，故名为人悉檀。所以我们跟他说法啊，那如果很适当，我们说适当就是妙法哦，你又对有没有对他的什么，对他的根器啊，这个他的这个树种，他这些目前的一个状态、啊、你都掌握得很好，好，这样的话，哎，你就对了，好，趁其机宜，就是说时机因缘也掌握得很好，那跟他说法，哎，他就起了一种正信的心，好，那他的善根也增长了，这样就对了，这是所以要考虑到人的部分，刚刚一个是一配合时间空间，对不对？啊，再配合人的部分啊，第三个就是对治悉檀。如众生贪欲多者、啊、就教他观不净、啊、所以贪欲多者就观不净、啊、这观身不净、啊、这些、啊、那可以治贪欲、啊、嗔恚多者教修慈心，愚痴多者教观因缘，为对此等诸病说此法要，遍施众生，故名对治悉檀。对治悉檀就是要它是一个法，是一个法药，它是治各种的众生的病啊。所以如果刚刚第一个有没有，就是贪欲多的人，你教不净观啊，他不敢贪了啊，就好，都是好观身不净。那嗔恚多的人呢，你就要
修慈心啊，来慈悲，把心量打开，他就慢慢啊，或是哎会体会到别人啊，比较同理心，就比较不会生气了啊。那这个愚痴多的叫他观因缘啊，这个因为你有时候如果你这个讲错话做错事，哎，有因缘果报很重啊，也许下辈子下地狱，他可能就会觉醒啊，等等，有很多了啊。所以这些都是要针对众生的一种各种病啊，这种心病啊，就要心药法药来医啊。所以这叫对治息谈啊。第四，第一义息谈即义理。第一义啊，就是把那个法讲到究竟明白啊，这个究竟的道理是什么啊？最后那个实相啊，这些真实法是什么？把它讲出来。佛知众生善根已熟，即为说法。令其得悟圣道，是名第一希谈。就是说，哎，善根成熟的人就可以跟他讲哦，跟他讲这个真实法啊，讲这个实相啊，讲这些大法啊，这叫第一义，把这个道理啊、义理全部让他明白啊，让他悟得这个圣道。圣道就是这一圣道啊，就是菩萨道啊，这个大法，这叫第一义希谈。那我有做了一张表啊，这个。世界希谈、为人希谈、对治希谈、地义希谈，我就分时间、空间，刚才讲过，还有人，啊，还有事。对治希谈就是事，那地义希谈是一个层次。你讲法呢，就要把它讲到什么？讲到如果是在这里，就要讲到最究竟的层次。好，你不要讲到，哎，有讲跟没讲，要讲到这个表面啊、浮面啊，就是这里我的体会比较深的，就是说，哦，原来就是一次要给他讲到懂，就是如果那个。他的根基已经成熟了，赶快啪，赶快讲，讲到让他就可以懂，这样，这时候就不用再等，也不用再分段。所以为什么佛陀说法，你看他真的很妙，他如果有掌握时间空间，掌握人的这些根器，是不是这样？然后还有对治也都考虑好了，那这时候第一希谈他就可以做到，等等。那开示第三栏这边开始就刚刚的讲过了，我把我的理解我用比较白话的我很快讲一遍，顺便讲历史啊。这边世界希谈就是我就这个，这是我2015年写的啊。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空间我都要去布施，特别要把握每一次的因缘啊。所以时间空间背后有因缘啊，那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空间都要去布施啊，那这是我对这个这句的体会啊。那我举一个例子啊，像我是做平常我是做管理做教育训练的啊，我在四大置业也好，在外面啊，现在已经退休了啊，外面做比较少，就是在慈济啊，也都是做教育功能比较多。那做了几十年的教育功能啊，那我现在最近一个案例就是说，帮马来西亚教育团队的营队训练。那以前我们去教育训练，大家都上过嘛，经济日啊，或这个是两天的啊，好。那大部分你好这两天或这一天啊，或者半天，哎，来这里才上课，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这样浪费，不是浪费时间，是有点空过。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说好，假设这两天要上课，那我一个月前就布置作业给他做，所以他已经就开始在学习，所以这样就所有的时间都在学习，你就不会浪费啊，我就会珍惜这样。还有你看。他们在马来西亚，那之前以前都实体上课要飞过去，可现在拜科技之势，用线上教学啊，那也要用心规划，效果也是很好。所以时间空间它就不是时间，你看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空间呢啊，就不管哪里，这个南部也好了，国外也好了，等等，有吗？这就是我说所有时间所有空间你都要去布施，我是指这个道理。好，那为人希谈就是说啊。任何人都要度，好像这个各社区品书会有时候如果邀请我，我也都会承担，我想很多师兄姐都承担，而且大家现在就是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承担，哇，就遍地开花，超赞的，就很棒。好，那这个但不同的人，当然大家不同的这个学习都很好，就跟那个三草二木一样。好，对治希谈就是所有的布施都要能够对症下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所以 我就想到说，待会举一个华信箱读书会的例子，就是所有的法呢你就要去解决问题，这样那就讲这个，就很好。
第一希坛所有的布施要能够做到正法正道义理，直接让他悟得最高最殊胜的圣道。那我举刚好今天啊在录这个华西昌的历史啊，对峙希坛跟第一希坛各举一个啊，然后举完以后啊，我这时候我们做佛陀是这样嘛，佛陀做比较好，那我们做菩萨现在还做不太好，不过也是要学啊，做一开始做不太好，以后越做越好。我们先来看啊，像今天丽玲师姐她有这个提到这个苏东坡的一首诗《观潮》，那很多学佛的人都会去读到引用这一首诗啊，在这首诗背后的确有些法。那我就想到说，刚刚不是这个，我要举那个对峙西坛啊，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未消，及至到来无一事。庐山烟雨浙江潮，庐山烟雨是一个美景，浙江钱塘潮也是一个奇景啊。好，那苏东坡说啊，没有去，没有去就恨未消，很懊恼啊，很遗憾啊，怎么没去到啊，很多情绪。好，这就是一个众生的病嘛，众生你看好，他就很想去，这就是色受想行识。所以我说他这个问题啊，就是 我就讲说，那我们要学破五蕴，因为庐山烟雨跟浙江潮是色，好，你没有去啊，就很多的恨，很多的遗憾，很多懊恼，就是受，那很多的烦恼啦啊，想啊，哪时候要去啊，赶快去 啊就想啊，然后行事啊，有时候去照做很多这些好等等，那去了以后呢，即至到来无一事啊，去哎发现庐山烟雨浙江潮也不过这样啊等等。好，这是从字面上也可以这样简单解释，可是其实在佛法上就是说，即至到来无一事，你要修炼到什么啊，你既然知道了，那你就应该怎么样，以后就觉悟一件事啊，你就用平常心来看待这些事情，或者说你对这些什么世俗的哪边的美景啊或什么就不要那么在意，有没有啊，就是你就可以照见五蕴皆空啊，因为这都是空啊啊，你就可以回归平常心，回归清净心，回归一相无相，晋级清晨的实相。所以我把这个称为对峙西坛。我们在讲法的时候，我今天讲比较快，因为时间已经我有控制时间，不也时间已经用差不多了。好，所以有时候原来这是一个众生的心病。好，那法药是什么？法药就是你要破五蕴魔，因为烦恼魔五蕴魔这些死魔天魔，那你修炼这个平常心，修炼不要比较，不要计较，修炼清净心，修炼照见五蕴皆空啊，回归一向实相，一向无相啊，晋级新的实相就会看到啊。所以这个时候是可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一个对，我把它称为对峙西坛啊。这是举个例子啊。好，第一西坛就比较难。今天又另外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啊节贤师姐她有这个分享啊，用爱啊，这个就是步步踏实啊做。做什么？做慈济啊，做环保，做很多等等哈。那做的都做得很好啊，就是进私语啊，进校园啊，推素啊，孝道啊，这些啊还有很多了哈。那所以我后来就想到一个法，好，那我就分享这个法。若有受持读诵正一念解其意趣，如说修行，当知世人行普贤性，于无量无边诸佛所深种善根。为诸如来手摩其头，这是普贤菩萨劝发品第28华经的大法。这个有到第一希坛，可是后来我在看的时候就说，好，虽然法有到第一希坛，可是他这个是希坛的重点是说，你去跟人家说法的时候，我看那个定义啊，看这边，其实我后面有录了哈。第一希坛即义理，佛知众生善根已熟，即为说法，令其得悟圣道，是名第一希坛。我刚才说我做的不太好，就是说后来我发现了啊，原来是要众生善根已熟，你才可以说大法。有时候说大法，说大法，你把那个经文念一念很容易啊。可是原来我缺少这个，你要学会啊，跟佛一样，这个你要知道众生善根是否已经成熟。好，那如果众生这个善根已经成熟，你跟他说大法。说的时机刚好恰到好处，他就听懂了，他就悟了等等，令其得悟圣道，那就是第一希坛。这个不容易，不过
我们要好好来学习啊。好，那所以上人就说，就是要跟大家说啊，如来这个因善诱众生，是为了众生不同的根基。佛陀所说法，不都是随顺众生的根基？所以我在故意把第上人开始的开示，我再把它抠过来啊，我念一下，我念划线的就好。我们最近一直说佛恩浩大难报，这是佛陀用长时间这样随着众生五道四生不断来来回回，就是一直在等待众生的善根成熟，时间要很长，生生世世不断入人群去造福结众生缘，要用很长久的耐心一直付出，等待众生的善根成熟。所以 我看了这一段，等于是我看完四悉檀再回去看上人开头这一段话，哇，感触特别深。为什么？哪是这么简单，就是说说说说就是四悉檀，不是啊，就是说你要是要做四悉檀这样的动作，可是要什么？要时间很长，要等待，要忍耐，要思考，要有智慧，有这个分别智，平等慧什么这些，所以要等待众生的善根因缘成熟，要学会等待忍耐思考，修这些大智慧，好好行菩萨道。那种种筹量分别之意，观机熟未熟，筹量分别随其根器，大则大之，小则小之，熟者成之，未熟者待之。有没有？其实我刚才讲的就这一段，成熟者他已经根基成熟就会成，未成熟者你要等待，所以等待忍耐思考很重要。于于圣道随意说三，于于佛圣无上之道方便随意做三圣说。所以为什么佛陀他在华严海会觉悟的时候已经知道这一佛圣，为什么没有说？因为他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考量，有没有？前面这一句有没有？种种筹量分别之意，他都知道啊，他都了然于心啊，这些好，那这个所以他以于佛圣无上之道方便随意做三圣说，所以他为什么以于圣道随意说三，道理在这里啊。以是之故，四十年前于圣法随机说三，上中根灵解净，净就是结束了。上根弟子是舍利弗，中根弟子就是须菩提、摩诃迦摄、摩诃迦瞻眼、摩诃目犍连这四个，他们总算灵解了。所以到了信解品结束的时候，上根弟子、中根弟子灵解啊，才几位？才五位啊，很感触哎。那信解品啊，这里就讲完了。明天上人会帮我们做总复习啊，还有跟我们新的开示啊。知根未熟，故由时失权。待其根熟则全显实，所以还是要等待。好，就是根基未成熟，那就什么用方便法，然后根基成熟了呢，就开真实法，大法说粗说细，说大说小，或劝或戒，无非应病与药，药到病除，如是种种筹量思维分别，知其诸根性矣。所以说法你看，哇，大法小法你要看情况说，那要用劝的，用有时候用这种劝，有时候用戒有用柔的，有用比较硬的等等但是要恰到好处这样，还要药到病除等等，这都是佛陀都有种种筹量还有种种思维那根据不同的根基根性来说法梵文佛说法一句一句一句，佛皆为受记作佛，皆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此力行色所以这个佛陀说法他这个后面会提到，如果你闻这些正法大法一句一句将来都有机会成佛，所以会为你受记那这个皆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这个很重要。那所以这就是什么力行，等于是只要对众生有利的佛陀就去做那所以我们只要对众生有利的，我们也要去做，也要去行好，那知根基未熟故失权由时失权那所以如果根基没熟，就是说方便法，说小法，那如果根基成熟了，就给他说大法那大法是比较细的比较细微的，无形无体的等等好，那这个方便法是比较粗的比较容易理解所以那也要用劝的，用劲，有时候要什么要劝用把干净啊，有时候要教戒要让你不要犯错，劝有时候要包养，有时候要鞭策
有时候要告诉你戒定慧要好好修啊等等，这些都是治众生的这些各种病，所以重要的是你要知诸根基性理。梵文佛说法一句一句，佛皆为受记作佛，那这个皆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这就是力行摄。这几天四摄法来到这里已经最后一个了，这个布施爱与力行同事，力行最后说，只要为了利益众生的佛陀特以身作则来教化，用身教来教育众生，用四悉檀四摄法来度众生，佛陀的恩深浩瀚，我们要怎么样报呢？就是说我们要老实修行，身体力行，才能真正报佛恩。大家要时时多用心感恩，愿做上人的助教，广传净思妙莲花，感恩。